莱坞拍也可以啊。我虽然不是好莱坞的明星，但我可以变成好莱坞写真女星。OK 吧？我是蕾拉 ，I'm 蕾拉。怎么样？羡慕吧，粉丝们，想不想帮我抹油啊？嗯，可以休息一下，我帮他抹。今天就交给我了。快别让人家抹了，让专业的。又来收低了。对，我现在已经得甜甜真传。你开起来。先不要，我摸他一下。所以腋下是啊，很痒哎，是敏感带。对。布都是油，怎么办？老板，可以吗 ？OK 吧？对不起了，老板，都要塞奶。先营教一下，对。好啦，这次很开心，老板愿意斥资打造，帮我出一件个人的 T 恤。这一款 T 恤呢，我相信是老少咸宜。我们走一种欧美风，让大家可以穿得出门，很潮。你们看到的那种潮 T 上面的欧美图的那种概念，因为我希望大家是真的能把我的衣服穿出去，然后是好看的。这件衣服是让你百搭的。那这一次想突破以往不同的风格，走一点时尚的那种感觉，所以今天的造型有特别花了一点。心思也很开心，找到了我想要的摄影棚。谢谢 JP Studio 愿意提供场地，需要场地拍摄的人可以搜寻这里。也很谢谢我们的摄影师，听说要去国外深造了嘛？对，对。那下次如果要出什么周边，你不在怎么办？我找别人哦。第一件卖得好，我们把营业额拿来去美国找他再拍一次就好了。真的？这个想法很厉害哦。经纪人说话了。各位观众们，交给你们了，买起来，这样才有第二款。去好莱坞拍也可以啊。所以希望所有粉丝们看到这则影片就要赶快预购点起来。那现在也很谢谢我的发妆师，他真的是很辛苦，导我这颗头搞很久。我一下要油，我一下要水，我身体还要抹油，搞得他所有的彩妆用品全部都是油。今天很开心有你，记得一定要买起来哦，快去买买啊！这是我第一件衣服，希望可以得到不错的回响。再一次感谢我们的摄影师艾斯，以及我们的发妆师 Christine， 期待一下，买起来啊！我的衣服终于出来啦！那这个是我们花了很久的时间去准备，要出那种春夏秋冬都适合大家穿。那为什么我说在冬天可以穿呢？因为这件它里面是有做这种比较厚的版型，所以其实你里面搭一件内搭衣，然后套上这一件帽 T， 其实就很保暖的。这件衣服很酷的地方是我们有做这种口袋设计，就是我们出门的时候可以这样，就是帅吧？而且我们还有做这个设计，是最近流行这种前长侧边短，会让你身形看起来会比较纤瘦，所以其实男生女生都适合。赶快把它预购带回家吧，预购链接会在底下，赶快买起来！不要忘记，当你买到衣服穿在身上的时候，记得要标记我的 IG 告诉我哦。跟大家提醒一下，因为这件衣服只会做预购，售完就不会再做第二批了。在看影片的同时，就要赶快动起你的小手，赶快按下预购键，把衣服预购起来喽！
那我今天的搭配是啊，你要访问我是不是？对，好，请。请问，怎么会想穿蕾拉这个联名T呢？因为它这个衣服很好看，男生常常会穿比较美式的衣服，上面有不认识的辣妹。那我想直接穿一个认识的辣妹，出去觉得与有荣焉，就是这种朴实无华，时尚的穿搭就这么简单。那这件穿完之后，可不可以送给我收藏？因为我也想要穿一件这种衣服。可以啊，之后大家都会有一件。那我觉得一件不够，可不可以再多给我一件？要付钱，因为这是就是这一次预售，其实它卖完就没有了。所以如果你们是喜欢蕾拉的粉丝，要把握这次机会，要赶快下单购买。这一款真的是一年四季都穿得到，你外面要套外套，或是里面穿内搭，都会非常方便。质量其实是我们亲自有选过，是真的蛮好的。衣服要实穿嘛，那这款你如果突然想睡觉，拿来垫枕头，厚度也算刚好。可是你看它有点微长，所以女生穿这个里面可以只穿小内裤，还有点露出屁股，真的是很性感，连真理裤都不用穿了。希望大家可以拿到红包就来买蕾拉的衣服，我这次第一次出衣服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。我买到衣服要记得穿上去拍照，然后记得标记我，也要标记凡谷哦。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是蕾拉，安蕾拉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有人可以帮我脱鞋子吗？拉下面吗？赶快脱，你废话很多。哦，好嘞，拔出来喽。拔出来，拔出来喽。你就从下面拔出来吗？里面好湿哦。我是说鞋子很滑，里面很热吧？对，很热。真的，好油哦。好了好了，可以了，我要脱衣服。